嘉宾，结果我们中间资讯沟通啊，出了问题啊，幸亏的我们两位这个先生陈晓龙博士，陈晓龙博士和郑树光先生呢、啊，一个人都可以顶五个人，所以我们不担心没人讲话。那我们今天啊，这个大家收看的是民进电视的《中国研究院》的节目，我们第一个话题啊，现在就看到了美国啊不断的提出来说要制裁这个制裁那个，最新的名单是要提出来要制裁啊两位政治局常委，一位是前国的政协主席这个汪洋，另外一位呢是国务院副总理的这个韩正，因为他们两人呢分别负责这个新疆事务和港澳事务。那么还有一系列的官员也在名单里面，比如说这个政治局委员、新疆区委书记陈清国，国务委员啊兼公安部长赵开志，甚至之前还有人提到了前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前国政协副主席夏宝龙啊兼这个港澳办的主任，他是前国政协副主席兼港澳办主任，还有这个中联办的主任啊陆慧宁。啊，整治有一长串这样的名单，我们今天就要讨论一下，这个名单是吓唬人的，还是真的会这个制裁这些官员啊？郑树光先生，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啊这些报道？我看到这个报道呢，是这个众议院的一个委员会，是共和党的一个委员会，他这个委员会里大概有100多位议员啊，众议员。他们出了一个报告，建议这个对像汪洋啊、韩正啊、夏宝龙啊、赵克志、骆慧宁啊、这些人提出这个援引这个马格尼茨法案，那就是对有这个迫害人权这个劣行的官员啊，实施个人制裁。那这个人制裁呢？法案里头都已经列出来一些措施了，就是这个不允许本人入境美国，不允许其亲属入境美国，他们的那个资产在美国可能要被冻结，大概其实就是这么一些东西。但是这个亮点呢，就是说议员们这个提出来这个名单，就是一步进了政治局常委。咱们讲这个就是川普总统这个惩罚措施，可能讲新疆问题的只是说跟这个法案有关的人含糊不清，那么这个报告呢直接就列出一个名单出来，就差把那个习总书记列出来了。所以我想郑先生，你的那个耳机啊有一点滋滋的声音，是不是跟衣服有一点接触摩擦啊，可能跟衣服有磨。对啊，对啊，所以就是说你能不能不戴耳机试试看可以吗？不戴耳机 我不知道这个效果了。声音还可以，比那个滋滋声声音好一点。不戴耳机的话这个怎么样呢？可以，您的声音很好。行，那就不戴耳机吧。从这个情况上来看，我觉得也应该是从这个72年以来中美历史上没有有过的这种这个紧张程度啊，这种敌对状况。尽管李克强在这个人大会的这个记者招待会上他说中国从来没有想跟美国打冷战，但是现在这个就是美国国会的这个议员的这个报告呢，它应该说只是一份报告，还不是还没有形成议案，也没有提交表决，但是呢看决心还是蛮大的，就是这些共和党议员这个思想准备已经可能对于这个中国共产党那边这个政治局或者说中央委员会来看呢，应该是前所未有的一个冲击，我觉得这个冲击会非常大。那我就要看看我的看法。我觉得旭光讲的这个整体情况已经挺明白了，
那么从这个名单制裁名单来讲，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惩罚，但是我觉得实际上它只有象征性的意义。就我们先，刚才徐光已经说了，这个制裁名单只是个报告里面提到的，并不是属于政府执行的政令，也不是国会通过的法案。那么不管它现在处于什么状态，就这个报告的提出来这些说法，什么时候落实，哪一天落实，我觉得都不重要。就是名单本身其实只有象征性意义。就是我稍微沿着刚才旭光说的内容往下再说一些，就是所谓的制裁无非是这个限制入境，不许他们入境，还有他们在美国的资产或者在境外某个地方的资产可能会被冻结，那么也就是这两个手段为主吧。那其实要想一想的话呢，中共的官员现在谁手头还有英私护照？没有了，全部没收了，所以你自己用英私护照出国是完全不可能。那么剩下只能英公护照，公务护照出国办签证都不是本人去的，都是各个所属部门的外事部门派专人去跑腿办的，也就是说那是其他的政府官员替他们办签证。那么这样的话，也就是说公务护照出国那都是这个所谓的组织上安排的。那么既然已经上了制裁名单，自然组织上也很清楚知道这个人不能安排出国，尤其不能去美国，所以就不存在说明明美国制裁了他们还本人还要用公务护照非去美国不可，就没这事儿。既然他们不来美国，当然也谈不上制裁他们本人了。那么剩下的就是说这个持有免签护照的，那现在这个名单上大部分人都是中共官员，他就没有什么美国签证免签的，只剩下一个持香港护照的董建华。我不知道董建华持的是香港护照还是这个英国护照哈。那么按惯例呢，他以前当过香港特首，所以他应该是持香港护照的。香港护照来美国六个月可以免签，但是我相信假如董建华上了名单被这个禁止入境，那么他自己肯定不会自讨没趣儿，非得去美国不可，因此呢他也会自行禁足美国了。所以这个制裁实际上就是象征性，对他们人不构成什么直接的或者为了他们人身上有什么这个压力。至于冻结在美国的财产，大概只有董建华在美国还有财产吧，其他的官员恐怕就算有财产现在也不认了，不要，否则的话他就不是美国找他了，是岐山找他。所以这样的话也就是说，这个就算董建华一个人有海外金融资产，特别是美国，但他恐怕也早就该把这资产转移了，从美国转到别的，比方讲离岸金融中心这些地方去了，他比我们明白哪儿钱藏得安全。所以从这个意义上，金融制裁就是财产冻结这个说法呢，也不过就是个象征性的说法。那么听起来好像是没什么事儿了，其实我觉得刚才徐光已经点出来了，就这种制裁啊，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态度宣示。就是徐光刚才一再强调说这是多少年来没有发生过的情况，确实就是自从1971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开始改善，从进入蜜月，然后从蜜月再进入经济合作伙伴关系，然后虽然双方关系有点摩擦，但是基本上美国还是对中国相当信任，到现在变成了美国的头号敌人。那既然成了头号敌人，那么双方之间方方面面都可能出现各种制裁或者是类似的行动。像刚才这个徐光讲到了，已经就是美国国会大概150个议员组成了一个叫做共和党研究委员会，他们提出来这个强化美国应对全球威胁的报告。那么他提到了至少是五个方面的要反击中国。第一方面就是要抵制中国的工业间谍活动、盗窃知识产权以及其他恶意的经济行为。第二方面，我这里解释一下，所谓恶意就是说这些活动啊，按国际标准都属于刑事犯罪。那么如果由政府来做这个活动，政府从事属于刑事犯罪罪行的这个工业间谍活动、盗窃知识产权，那么很明显是政府有恶意，
就是他故意的，明知是犯罪行为他也要干，那么就是说他对被他盗窃的国家，像美国，他是一种想要这个严重损害美国、削弱美国来达到他的目的，所以这是属于恶意的行为。第二呢，就是这个报告提出来的是要制止中国的恶性政治影响和虚假信息宣传运动。第三呢，是要抵制中国的侵犯人权行为，比方讲香港的香港国安法，还有这个对维吾尔族人的各种迫害等等。第四是应对中国的全球军事现代化。第五是要加强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联盟。其实啊，我们要回顾一下的话，刚才提到的这个国会150个议员共和党研究委员会提出来的这个所谓强化美国以及应对全球威胁这个报告，提到了5个反击中国的方面，其中4个方面政府已经行政当局已经在做，就川普正在做，就是抵制中国的间谍活动，技术间谍活动。第二是遏制中国的这个虚假信息和这个政治宣传。第三是抵制中国侵害人权的行为。第四是应对中国经济全球化，全球军事现代化。那么这4个方面川普当局已经在做了，所以不需要国会议员再专门提，他也在做。那么这样讲起来，他就好像没这个最后的实质意义，就是这个报告等于是在要求川普当局把这个对中国的这个目前的现有的各种已经在遏制中国的种种政策呢，再把螺丝拧紧。最后一个现在还没有实现的，也不是短期内可以实现的，就是第五条，要加强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联盟。那么我觉得呢，这个是需要相当长时间，也不是几年可能完成的。应该讲目前它只是一个方向性的构想，并没有可以执行的具体步骤或者方案。但是呢，我觉得要看这个方案，还有这些说法，还有这些制裁，包括对汪洋等人的制裁，其实要看到的不是制裁本身，要看到的是这个在这个制裁活动的背后，它展现出来的是一种新的美中关系，也就是我们以前在节目里谈到过的美中新冷战。所以大家应该逐渐习惯了美中两国从现在开始这种互相抵制、互相对抗的种种行动。那么这种种种对抗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它会不断的升级，就是你抗我也抗。你现在看着中国的反应好像无所谓似的，其实就是他在琢磨着另外找别的方法。因为如果说他还对这个美中关系还可以挽救，还有抱有希望，那么他就会想尽办法抗议呀，要求美国制止、终止啊，不然的话就要怎么怎么样。那么现在中共是干脆我连抗议都不怎么说了，拉倒。为什么？他已经看明白了，抗议也没用，原因是你已经把火点起来，这火烧到双方了，那么对方要想灭火，要想把这个双方关系拉开，进入对抗状态，这时候呢，新冷战已经开始，开始以后就没有什么自动停下来这一说的，因为冷战之后双方已经不再是信任，不再有任何信任，彼此是视对方为头号敌人。既然是头号敌人，那咱们就对抗着来，然后这个一步一步的升级。所以一旦等到双方的这种对抗走冷战当中走到顶点，那个时候就把几乎所有能制裁的都制裁了，那个时候双边的关系基本上就终止了。所谓终止双边关系，终止指的就是说很可能两个国家除了外交官以外已经不再有什么人员来往了，怎么留学呀，这个经商出差旅游，这都成为历史了。然后呢，这个两个国家恐怕也没有什么商务往来了。那在美国的，在中国的美国公司呢，可能你不撤也就差不多和被没收差不离了。然后这个也没有美国公司在谈什么今后我们要在中国这个搞研发，或者是这个要在中国加工产品了，因为那种情况也都解释成为过去了。那么你经济上没有往来了，中国原则上不会从美国进口东西，美国也原则上不让中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那么中国就变成这个西向经济，
就中国整个太平洋地区，它可能往东去，往美国来，可能性不大了。那么相应的，美中关系到了这个程度，日本、韩国等等台湾在中国的企业，除非他说他只是面向中国市场的，就是卖点东西到中国，那产品卖到美国来也没人要，那么这样的公司呢，可能继续在中国混。剩下的日本的大公司、台湾的、韩国的，恐怕为了保住他们美国市场，都得陆续撤走。所以那个时候，整个太平洋之间就像有柏林墙一样的挡上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是双方冷战走向顶点的时候，接下来关注的重点已经就不是什么遏制了，就是说遏制反正已经是全方位，螺丝的每一个地方都拧紧了，剩下问题就是关注了，双方关注对方还有什么弱点。我觉得那个时候双方关注的重点是两方面，一个方面就是对方的政治经济形势在发生什么变化，因为那个时候中国的外交官也是被美国全面监控的，然后呢什么中央媒体啊什么之类的也不行了，然后海外华人当中的一些这个亲中团体呢，恐怕慢慢也站不住脚了，至少也哑巴了。所以中共对美国情况的了解只能通过媒体，那么美国呢也同样，因为西方媒体都进不去了，得通过各种其他的间接管道了解中国的情况，所以研究中国发生什么成了美国的一个重要任务。原因是他要关注说我们抵制到现在以后中共还在有什么把戏，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关注另一面，就是对方又有什么新的举动，又玩什么招了，然后他那个招我们要做出什么反应。当然了，现在还远远没有到那个阶段，但是这个状态是可以预期的。所以我今天现在讲到这儿，这个看看咱们是不是还沿着这个话题再讲下去，因为今天好像节目开始比较晚啊。对，这个曾志光先生，你有回应吗？我第一个我看到这个话题啊，我第一个应该说是有点惊异，你知道吗？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报告呢，叫《强化美国以及应对全球机制全球危险报告》，把中国共产党当作美国的头号威胁，就是说这应该说是，共和党人的一个认知吧，代表共和党人认知的一个报告。那他就是说，已经在俄罗斯和中国之间，他已经把中国共产党看作头号威胁。我惊异的是什么呢？他这个报告中间呢？提到这个中共的这个战略中国梦是要让中国来领导这个国际体系啊，他的这个建议五个方面反击中国。第一条是程晓农博士一直强调的，就是这个中国的工业间谍活动和这个盗窃知识产权活动。我非常惊异，我觉得这个程晓农博士这个思维，这个共和党终于跟上了。终于跟上了，因为我前面讲那个马格尼茨法，它是一个人权法，是对于你这个国内的这个有侵犯人权劣迹的这个官员进行了一个惩罚。小农博士讲的是，他这个限制是比较有限的，你不让你入境，就是就不给你签证，取消你已有的签证，这个冻结你的财产啊。包括就是说这个禁止你的这个财产交易在美国的交易啊，这些呢就是这个法案是2015年的时候奥巴马总统说签的啊，参议院通过，它是附在那个国防授权法，应该说一直没有看到这个法案对中国使用啊，就是这个授权总统啊可以这个战术武器可以用。那么就是在贸易战的时候大家就一直在讲，你看对新疆你是可以这样用，对香港你是可以这样用的，那么实际上还可以扩展到对西藏，对中国内地，内地呢主要就是你像那个法轮功学员还有那些其他基督徒啊，这个佛教徒还有这个维权人士啊，那这些有关的这个主管领导，像这一次直接就得上升到这个政治局常委一级的啊，你汪洋你是管新疆啊，那你就
我不是制裁你政协主席的，因为你党内的分工你是管新疆啊，那美国人知道，所以你就这个在名单上了。那么新疆人的这个人权的这个悲惨处境，那就你汪洋要负责任。那么香港韩正，你是分管的这个常委，好，有韩正，现在就差给这个习主席提一下了，但是呢还给他留了最后一个面子，就是别人都可以换，都可以这个点到，但是习主席先不点他。但是呢就对我来讲呢，实际上我看这个就是实际上是两个经历。第一个经历终于上到政治局常委了，尽管是提到也不得了，提到也不得了啊，这个政治气氛的变化，过去的都是强调中美友好战略友好关系伙伴关系，那在这那个情况下，你是没法想象这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局常委会被这个150位议员的这个工作领导机制，哎，在他的报告里点名提出来啊，要常委要被这个要援引满格尼斯法案，这个实际上就是基本上两国关系就进入冻结状态了。一旦这个这个有关法案通过授权给这个总统，那总统即使授权这一件事儿，因为你知道共产党是非常讲面子的，非常好面子，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他那个另外的那个五条啊，就是从五个方面来反击中国啊，我看到了，就是说第一个知识产权放在第一个，大外宣啊，信息渗透，第二个人权，第三个全球军事化，第四个印太地区联盟，第五个啊。那么他这五个方面呢，我按中国人的感觉假定第一个知识产权是这个他们最关心的，所以我就说他们终于跟上小农博士的节奏了，这是我第二个这个非常惊异。小农博士应该是标准的共和党人，现在看我就不否认呢。你真的，不过我没看过他们报告啊。对，这个就是惺惺相惜嘛。我上次我其实啊，我跟你透露个秘密啊。对，太简单不过了。我就认真阅读 Trump 同志多年来发表的种种言论，就学习叫做 Trump 文件，人家很自然你就能得出这个结论了。那你就意思这100多位。他们也就是跟着创说过，哎，他们也是学习创播，你跟我学的一样，所以不是他们跟上我的节奏，是的，我们大伙都跟着创同志的节奏走。所以你要说到这个党派这一块呢，我记得我有一次说，我说我属于那个自由党那一系的，完了又看有那个读者评论，有的评论说这个郑旭光连自由党有没有都不知道的，他瞎讲。实际上美国自由党是美国的第三大党，哈哈，当然他党员非常少，只有50万，在这个，但是他那个支持者实际上相当多。你在共和党里头，大概有12%的这个支持者，就是这个参加投票的，他们自认为是自由意志主义者。在这个民主党里头，大概有将近20%的人认为自己是自由意志主义者，但是从现实政治考虑的时候，他们必须投共和党或者民主党。因为你要自由党的话，只有那么一个众议员，上次我老记不住那个名字，那个天才，和平说的那个天才，对对对，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对，他实际上也是2020年，他是想通过自由党这个参加总统竞选，他才转到这个阵营里头来的。他之前是共和党，他转到这个阵营，但是他后来又放弃了，他觉得基本上没有戏，他又放弃。但是这样一下子感觉这个自由党终于有了一位这个国会议员，是这么一个状态。陈先生，但是他那个党纲确实是比较独特啊，比起来的话。你讲陈向龙不是说是共和党党员，你真的是共和党党员吗？不知道，美国也不发党员证，也没入党仪式啊。哦，就是你自动认为，你自个儿认为你就是，不是自个儿认为不是，明儿早上就不是了。所以我今儿跟你宣布的，明儿早上天亮就不算数了。你那该是自由党啊，要自由党多一个成员。
那个国民党在政治上基本没有成功的希望了。现在什么党？自由党啊，有的翻译成自由意志党。实际上它是一种自由意志的反应啊，不能说是个党。对，是党，是注册在 DC 的。哦，注册在 DC 的。他的那个发起人有一位叫罗斯巴德嘛，是个经济学家。我也是因为罗斯巴德才了解这个党的存在。他这个经济学家呢，他等于后来他参与了自由党的发起，他参与了自由党的发起，他也是个大学教授。那么自由意志运动它是比较宽泛，很多因为这个政治运动啊，就没有人去细究，说是很严格，像共产党谁是党员谁不是党员。所以有的人说你认可那个弗里德曼那个自由选择道路的，你就是这个自由意志党。有的人说罗斯巴德这种认为自然法的，实际上自然法这个非常严苛，就是上一次我讲的，就是说咱们讲到这个歧视问题，我说规则要平等。那我看有的那个听友就说了，你规则平等，那社会主义规则片一律平等，但是一人一这个计划生育一人平等，肯定不是那个意思。这个法规呢，你所有的法案你不能这个与这个人身权和财产权冲突啊，这个是那个罗斯巴德这一系的，他是非常那个中世纪的一种思想，非常中世纪，他是等于是从这个这个亚里士多德到这个中世纪的这个经验神学，这个政治思考政治神学思考里头他抽象出来的，就是非常简洁非常简单，说给谁你说两句就能懂。我说处理这个政治问题用民法法则，民法法则什么？人身财产未经许可不得侵犯，就这一句，你所有的法律所有的政治行动你不能碰这个界限，碰这个雷啊。这个就是这个罗斯巴德这个自由意志运动的这个宗旨。那么还像那个弗里德曼，他就带有一定的这种说不好听有点机会主义，比如说两个国家之间你更愿意生活在哪个国家，在迁徙自由嘛，通过国家竞争你获得一个更好的一个自由状况。这样的话呢，每个国家它可能某些法案貌似都是会侵犯到这个人身权和财产权的，但是呢这个属于这个合法的就是授权机制，你从形式上来看好像这个人身权和财产权被让渡了，但是呢实际上它是通过一个合法的程序完成的啊。那么还有的就是这种就是纯功利主义的，那纯功利主义我是觉得最没有道理的，因为没有人能够判断什么事儿对全人类最好，因为这个价值判断都是主观的，所以只能找出来一些可操作的这种标准。我觉得可操作标准就是一个是罗斯巴德，一个是弗里德曼，他们这个都很可操作。弗里德曼就是说人有没有迁徙自由，有迁徙自由你可以看到政治自由的存在。那么罗斯巴德说，那我不管，我在任何一个国家你不能侵犯这两条，那你侵犯这两条你就存在着不自由的地方。那么所以你看这个罗斯巴德他自学自己是左派，他认为自己是左派，因为用他的这种非常原教旨主义的这种基本人权观的话，没有一个国家是理想的，所以他永远要用他的理论对这个理想挑战，对这个现实挑战。他永远他说他这个左实际上就是说行动上他是不满现实的，他是这样的啊，他不像那个弗里德曼，他会说哦这样的国家是好的，那样国家好，那是大家自由选择吧。这个题外话说多了。啊，题外话，你是进行政党宣传了，也可见你现在在思考一些什么问题。可见我就到华盛顿去看党部去，是吧？参观党部去。对，这个我们这一节啊，就不要再讨论下去了，因为我们相关的情况讨论过很多次。那么我们看一看陶杰先生呢，他是怎么一个观察啊？他这一节观察的还时间蛮长。所以就延误了我们节目的这个时间，请我们导播啊，这个把陶杰先生之前跟我的这个接受我的采访，参加我们讨论了的这个节目播。大家好，大家好，陶先生好，陶先生好。啊，你好，你好，哎呀，最近
一些天呐、啊，对于很多希望中国变化的人，或者是希望能够保护香港的人啊，抱歉抱歉，现在香港人要被这个国际社会保护了啊。那么很多国家的议员们啊联手，像欧洲的啊有议员就提出议案，要到联合国啊把这个中国中共告上这个联合国法庭，因为呢中国完全违背了这个中美联合声明啊，中英联合声明。而在美国呢，现在议员们的调门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议员们就吃民意饭的，因为民意性的对中国的意见很大。那么中国已经取代美苏联俄国成为现在啊美国民众啊在厌恶的一个国家，在敌视的一些国家，所以这些议员们啊顺服民意，要对中共官员呢、啊、一个一个提出啊这个制裁。最近提出制裁的名单把我吓一跳，最开始来说要制裁这个前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然后又后来又提出来说政协主席汪洋也应该在名单上，因为政协主席汪洋是负责新疆事务，还有一个呢韩正，因为他是负责港澳事务的最高官员，所以两个政治局常委现在都在美国的国会的议员们的提案中间要提出制裁。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消息啊？啊，我有，我今天刚听说过。那么在手续上是不是这个议员国会通过了就交给这个川普来签署，那个时候就由政府来动作呢？是不是这样呢？这个在法律上来讲就很难说了，因为我们知道议员是民意代表，民意代表他可以提出各种各样的想法，然后他可以通过某些议案，总统可以签署也可以不签署，你看总统签署完了以后他也未必一定执行，比如香港人权法案你说签订了，我们天天说总统赶紧用啊，他到现在为止都没有用，所以我们现在天天在逼川普总统赶紧把这个已经签订的这个协议给执行下来。那么这样当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姿态了啊。有时候这个国会是跟政府配合，有时候国会是对政府施加压力啊，有时候呢两者俱有啊。那这个名单上您刚才说包括董建华啊，中国政协副主席啊，董建华也有啊。对呀、啊、我都觉得很奇怪，我说你们是不是乱搞名单呀、啊、董建华跟你们的美国的政商界的关系你们知不知道啊，那么深，对不对？他这个在这个新泽西，在这个洛杉矶，对吧？原来的港口都是他的嘛，对不对？有几个港口不是有他的，他有很多的股份，有很多的合作关系，因为他跟美国的政商界的关系很好，中共就利用他来搞这个美国关系啊，怎么会把他列入名单？我觉得奇怪，梁振英没列上去。梁振英我看也是早晚的啊。那么这个董建华呢，这个确实是个非常有趣的角色。本来呢美国人把他当作自由世界的自己人，尤其是他老爸董浩云是中华民国时代的航运巨子，对，这个董浩云呢发迹呢还比鲍玉刚还要早，那个时候他的那个东方海外呢，这个打这个青天白日旗啊，那个深获美国这个政府信任，但是生的这个儿子后来就怎么越来越走到跟他老爸不一样的反面上去，而且在这条对抗的路上越走越远啊，这个呢是让美国政府跟美国的一些啊在野党啊或者什么是感到非常失望的啊。当然这个董建华现在我跟他并不认识啊，见过一两面啊，他的内心世界如何也是个谜啊。那么啊，他呢就是跟这个老布什家庭呢据说是有点的交情啊，还是什么基辛格啦那一代，但是到了今天呢我想他的利用价值对中国来说就也就差不多了啊。那么这个是人各有志啊，他既然啊他选择选边站选到那一边而不是这一边，那当然美国人要对他表示划清界限啦、啊，对不对？啊，这个如果是制裁，那么也有轻度、中度跟这个重度，啊，到时候怎么看我们就不知道了啊。所以呢，现在这个大家手上就是一张名单吧，对不对？敌不动我不动，啊，敌若动我先动，可能现在就是处于一个
啊，这种啊两强对视的一个状态。当然中国手上也有张名单啊，什么黎智英啊，什么什么李柱铭啊，啊什么什么黄之锋啊，这个。所以今天美国也把这个相对的名单露出来啊，但是这种政治局常委啊，他反正无所谓，你制裁他什么啊，如果他打铁还需自身硬啊，在美国根本没有财产，两袖清风，着风清白啊，那一退休反正这辈子也不会再去美国，像江泽民、胡锦涛他们退休都在留在祖国的大好河山，慢慢的啊，这个畅游啊，都经过中办批准啊，那么还会想上美国去旅行吗？还会跟美国申请这个旅游签证吗？不会的。所以这个为革命不鞠躬尽瘁，这个我想这些领导人啊，一定以大无畏啊这个精神啊，笑对美国人搞的这些小动作。但是董建华就比较担心，他毕竟是四方犯的人，他的孩子啊，有的什么女儿嫁的什么美国人呢、啊、这些比较讨厌，将来这个入境啊，啊这问长问短啊，问东问西啊，说不定这个什么洛杉矶把你扣起来4小时啊， 啊就是摔给你一个汉堡包啊，这东问西问呢、啊、这对于董建华这种啊，他自命为香港或者国际贵族的人可能会有点的讨厌跟尴尬啊。啊，这个当然了，这个制裁名单我看早晚会有几个的啊。那么然后就是香港特区的这个林郑月娥也跑不了，我看这个律政司司长郑若骅也跑不了，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啊，跟这个啊警务处处长啊，这些都会在美国人的名单上。但是我看还会就因时制宜，到看看中国怎么先动手，在这个国安法啊，在香港通过的时候，这个详细的条文怎么样啊？所以呢，这各方面现在都已经布局了啊，万事俱备，就看你中国先动手。所以这个东西有时候很讨厌，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那他放点风出来，现在给你这几个常委看。啊，那个意思就是说，现在给你一点时间，如果你能够制衡一下，啊，你还是应该做点事儿，那有一点的心战的成分啊。嗯，当然啦，这个做到常委这一级是久经考验的，啊，我想也会不会为美国人搞的这些动作，啊，有任何的这个软化啊，这是久经考验啊，这个应该。啊，你美国你制裁就制裁啊，他上他的官啊，他上他的常委领导，他领导国家，我想这当中暂时不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变动。对，常委这个他本人当然不会亲自就到美国来，但是他孙子要来，对吧？然后他的女婿要来，或者是他的女儿要来，这个还是非常大的麻烦。那么我听说啊，也没有经过证实，说关爱队啊，就是高干子弟现在要求他们啊，不是万不得已啊，不要去美国，甚至也不要到一些呢，美国可以啊进行长臂执法，像这个华为一样的孟晚舟，对吧？他本来可以经过美国，他不经过美国，他经过加拿大，没想到呢，美国可以通过长臂法啊，五眼联盟把他给抓了。你不管怎么样，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麻烦。听说高干子弟现在是，能不到美国就尽量不要到美国来了。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对于这个香港的港版国安法呀，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就是非常严厉，对吧？那么香港的媒体有很多的讨论。另外一种说法呢，它可能就是一个框架，就是一个框架。那么呢，真正执行起来还是比较宽松，甚至来说呢，不可能把人带到内地去审问。听说有这种可能性，但是呢，欧洲和美国和北京之间现在形成了一个三角的这个游戏，你看我看你，你下手重一点，我可能反弹也重一点。如果北京他真的接到了美国和欧洲的信息的话呢，您觉得他有没有可能在国安法里面，像我刚才讲的，是一个框架性的，是一个放在上面悬在这个地方，不一定马上录下来，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我看是不是一些人的良好愿望呢？我想得美。
哎，是不是会想得太早，想得太美呢？啊，就是往往这些，尤其是知识分子，什么往往以这种啊，个人主观的愿望啊，当做一种这一种的猜想啊啊。这个中联办主任骆蔚玲说，既然决定了的事，就要坚决做到底。那你一听这句话，就知道不是他个人的原话。他是引述啊，上头中央某高级甚至最高级领导人的话。另外一个港澳办主任他也说过，现在已经忍无可忍了。这个忍无可忍跟事情决定了，既然决定了就要做到底，坚决做到底，这个都不是这一级的官僚能说得出来的啊。所以呢，将来或者当过了两星期，说这种话的人可能他会改变主意，但是他要判断这个美国的这个回应会对他或者是对这个中共的高层损害的程度是怎么样啊。我估计现在这两个星期会有各种各样的各种报告啊，或者评估啊什么啊，但是我想可能在表面上这个国安法会避免一些刺激的，比方讲这个现在最放的风就是由警务处处长邓炳强来处理这个事情，然后在警务处里头啊生出来一个这么一个部门，由他来统领，其他什么都没说啊。但是当初两星期以前有港区人大代表陈万奇他们提高的提出来的方案，他们放的风是他们的啊，就是说国安办会在香港设立一个办公室，必要时把前情节严重的带回大陆去审啊，这些风是他们的人在香港本地的人放的啊，这些左派报纸对不对啊。那么如果是这样，我当时也说了，你再把林志颖这些人解决以后，会在香港引起一股商界跟中共自己的是一个什么爱国阵营里头的告密风气，现在慢慢就会开始了。现在就叫学校里的学生要盯住那个老师，如果他说了什么政治出格不爱国的言论，主动报告。现在已经开始了，这个告密是中华民族3000年的基因啊，何况告密以后有奖金可以领啊，这个是中国最大的国情。所以你要是搞个什么国安办在香港，肯定会助长这种告密的风气。那如果没有的话啊，就是表面上有这个邓炳强，那邓炳强是个香港土生土长的香港仔，他当然现在干的这个啊警务处处长表现很英勇很勇猛啊，就在前线上经过考验啊，但是会不会像有一点的清朝雍正皇帝时期的年羹尧呢啊，这个年大将军呢我们也不知道啊，希望不会啊。香港在干成了这个警务处处长，对于国安的这个收集情报是不是他的专长呢？我不认为是。因为这几天老是有很多香港这种爱国阵营就说，哎呀，殖民地时代也有个政治部啊，这个那个，那些是一知半解，他们不知道英国政治部是如何运作的啊，就看了两出这种什么007的那种啊，这种英国皇家特务的电影，就很多事情就想当然啊。现在国安在香港早就有人，早就有部门，那是不是因为另开一摊啊？我想他们在详细考虑以后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是现在以这种气氛啊，极左什么强硬啊，这种啊什么什么底线思维啊，现在什么都不能够就说断定啊，你现在说没有不会有一个框架或比较啊，还是像一些人猜想的这样把它降格，说不定过两星期又要升格啊，现在处于革命时期不好说。
那您还记得港英政府的时候的香港政治部吗？听说这些人后来九七以后移民到了英国的一个镇上，那上面镇上的住的是香港政治部的人，您知道有这个传说吗？那个是在英格兰中部一个叫 Milton Keynes 那个新市镇，有些把一些香港的这些华裔的这些跟政治部的这些在前线执行的这些警员啊，就叫他们撤了。那么现在一晃眼一眨眼过去的也差不多二十几年，这些人也就老了。这些人是前线，是就是说级别比较低的啊，有时候就一对一单线联系的，上面人叫他跟谁啊，或者是打进什么左派的什么学校啊啊，打进这个左派报馆啊啊，观察或者是一些左派的单位电影院啊什么进进出出啊，在对面啊拍摄了，这种是鸡毛蒜皮的事啊。英国的这个政治部那个时候在警务处有一个专门的副处长是负责这个的，这个是英国人一直留到差不多是啊主权移交的最后一分钟。这个事情高层的决策基本上华人是不沾边的，比方讲这个保安司啊，到最后移交政权以前是给了一个叫黎庆明的这个香港人去当保安司，但是那个时候他的职权已经完全不一样了，降低了，叫他干什么呢？遣返香港的越南船民的问题，这个跟情报啊，越南难民的问题，这个跟什么情报啊，最后一科的这些档案移交啊这些东西，我估计他参与的并不是太多啊，所以这个政治部这个东西，当然现在讲来讲去，就是说六十年代被他拉出了一个大萝卜，拉出一根大萝卜叫曾超科，这个是在警司级的一个华人，这个是共产党卧底啊，他偷偷跑到这个罗湖啊，就是这一个啊，其实还有很多的了啊，他们派的人到左派单位啊，或者是中共的人渗透这个香港的警队啊，一直都有的啊。对，那当时候政治部在香港有没有抓一些中共的人员？还是他们特别小心啊？明明知道他也不敢抓，主要是不想搞化当时的中英关系，是不是？听说有这种传说吧？五十年代初期是抓过一些，抓了他不会判你坐牢的，就是把你列为不受欢迎人物，递解出境。啊，比方讲在1952年左右就抓了一批从上海来的这些文艺界左派编剧家司马文森，还有这个演员刘琼啊，还有这种什么苏轼啊，这些就是归上海下堰领导的这批，当时看见所谓的解放了，就把这些人撤到香港成立电影公司，准备把在这个白区啊、上海啊电影界渗透的这一批这一手啊搬到香港来上演。结果呢，有一种说法是那个大公报里头有一个姓周的啊，一个才子，一个这种啊记者啊，他曾经是在这个英国新闻处工作，早就怀疑他了，后来他到了这个大公报啊，就是说有人怀疑他跟英国的香港的政治部的官员见面，就把这些啊左翼的文艺工作者的名单都交给了这个啊香港政府，结果把这帮人二十几人啊通通抓起来，然后得就是说送回北京，送回大陆，结果他们后来就成了文艺战线的，就是说啊不同的干部啊也做出贡献啊什么这个的啊，当时呢就是说五十年代初期有一些什么读书会啊，把在上海白区的这些对年轻人的这种宣传工作，那个时候在地下偷偷摸摸的进行，那个时候由于是冷战而且是韩战时期，所以呢这个英国殖民地政府对这些人看得比较紧，但是基本上到了六十年代已经没有什么抓了，直到1967年暴动也就逮捕了，就是说一大批，但是也没有
递界出境，因为那个时候毛泽东、周恩来已经在大陆站稳脚跟了，现在而且那个时候中英关系到1972年以后大为改善，建立邦交，所以呢，这个政治部不是像50年代初那么活跃。50年代初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国民党也跑了很多人来了香港。政治部并不是说专门对付共产党的，国民党他也对付你。而且国民党有一批这种 战将住在这个调景岭。其中有调景岭，而且他有他们的特工，其中一个叫陈寒波，陈寒波被暗杀掉，还有一个叫陈这个余承万，余承万呢是这个72师在这个王耀武的一个部下，曾经参加你们湖南的常德会战，跟日本人打过的后来他就撤到这个香港来，住在元朗后来就遇到了这个被人抢劫进去把他给杀掉了当时有人说这是谋财害命，有人说是国民党的一些在撤退了到了香港以后眼红这个余承万，因为认为他这些国民党的这些师长级的这种这种军官呢带了很多金条，带了很多钱回来，前线的弟兄呢给你拼命的死了很多，但是到了香港来以后没得吃所以很多人跟他要钱，他不给就晚上去抢，有这么一种说法，当然也有一种说法是共产党特工把他给干掉的，所以当时的这个香港的英国的殖民地的政治部是两边都在监察来维持一个平衡，所以有时候他抓到的这个国民党的这个特务他也会得递解到这个台湾的，也会的所以呢而且还要监察一股势力，就是苏联。苏联因为香港是一个海运的一个中心，有时苏联的货船想进来，或者苏联的货船进不来，要让中共的货船来带货那个时候这个政治部其实在50年代初期比较忙碌但是后来到60年到70年代以后基本上英中关系也比较友好比较稳定，也就没有这么样的这些的冲突。不过我还是有一点比较关心国民党的台务机关。那我在大陆的时候我们还是台北的又比如说我到香港来第一次，我们上课就说小心九能调进你，你们不能去那个地方是国民党情报机关。那么这些机构在97之前很多媒体都特别关注这个事情。那些国民党那些反共分子是不是后来台务机构的人是撤回台湾了，还是有些就回头就投共了？台湾呢后来这个蒋经国逝世以后1988年以后李登辉当总统他觉得这个香港既然快要交回中国了，李登辉是个台独人士了，对不对？意识里头他做了一些比较错误的决定因为他对国民党没有感情，所以呢就把国民党在香港几十年经营的一些地盘一些财产就匆匆放手转让，主动放弃后来呢就当然有一些这香港的这个代表这些当然呢就是说那个时候在李登辉手下工作像黎昌义后来的有一位姓郑的这位处长这是还是这个主任还是这个广东东莞人他们觉得比较意兴阑珊，主要是李登辉跟陈水扁主动把香港很多的个人员都给撤走那正中下怀，对于中国来说正中下怀，他不用我来肃清这种势力。到后来像比方讲香港一个香港时报一个珠海书院，一个香港时报就关门了，关掉了。珠海书院呢就卖给了这个中资了，所以现在变成了一个很爱国的这个学院再加上本来这个台湾在香港有一个叫崇政总会，崇政这个图书馆也在珠海书院附近对面，也是把他这个书后来也没有什么人整理就运回台湾。
这个整个是国民党走向没落跟衰败的一个过程啊。到后来国民党我们今天看到马英九啊，什么邱毅啦，这些啊出的这些人呢、啊、跟他们蒋经国、李焕、蒋延世啊，那个什么再早一点的黄绍胡、高奎元啊，什么再早一点的什么毛人凤啊，完全是两回事啊。所以是自己台湾的这个中华民国政府放弃经营啊，现在有一点的文化机构、交流机构啊，还有一个旅行社是办签证的啊。所以您那个何总如果早是20年来台湾，那个时候好玩的多。那个时候台湾比方有一位陈孝威将军，陈孝威在香港办了一个叫天文台报，三天发一刊啊，他这个报纸是好的。另外有个记者叫蒲少夫啊，蒲少夫呢是个喝酒的啊，但是这个人呢有一点的名士作风啊，就拿了这个国民党很多钱，所以有时候也怪不得李登辉把这些人给砍了。这个蒲少夫把拿了很多钱办了个新闻天地啊，结果到后来办的不怎么样，就变成了很多这个、那个杂志很薄，很单薄啊，很薄，越来越不行。但天文台报那个时候是办得好的，因为陈孝威啊，他是在国军的时代，他能够预测这个什么啊，这个希特勒进攻这个西伯利亚，不打这个苏联，他预测这个太平洋战争，啊，他这个人是比较低调，啊，所以他后来跑到了香港办的这个报纸。国民党在香港有没有人才？有，啊，有，但是呢，后来并不是得到太好的重用，这个当然也是在。他跟国民党丢掉大陆啊，这种作风有一点的关系。哎呀，我们跟香港时报还写过稿子。那么江苏会在当这个光华中心主任的时候，还经常开大型的宴会，请各的名流来。现在我不知道那个场景还有没有。黎昌义，你现在没有了？啊，没有了，现在比较低调。啊，那个时候春节啊，过什么双十啊，大家都要庆祝一番，对吧？然后黎昌义，您今天提起来，我想起了这个人物到哪去了？黎昌义，哦，早去世了，去世了，去世了，大概哎，他应该有7-8年了，对不对？哇呀，啊，他应该是在香港97年以前最后的一任，啊，这个应该是自由中国还是什么，我忘了，是不是台湾？这个中华旅行社什么什么贸易什么代表处，就是台湾派驻在这个国民党在香港的人，相对于这个许家屯，啊，许家屯不就新华社社长，黎昌义就是台湾的这个可能是去中华旅行社这个社长，但是都是地下大使，对啊，就地下领事，就是这个意思，啊，作风也五湖四海，很喜欢跟这些文化人呢、啊。这个打交道啊，这个那个的啊，当然这个后来就是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啊，这个呢也是跟国民党的这个政府有一些官僚的作风啊，啊也是自毁长城的，这个没有啊，这个没得说了啊。那您当时候有没有带啊调解你们这些人有没有特别的兴趣？你有没有单独去过？没有没有。没去过，哎，他们这个地方我没去，我从来没去过。第一，那个香港那个时候交通工具不是太方便；第二，那个时候他们全盛时期啊，这个调景岭啊都不让外面的人去的，他们整个山头都是青天白日，有他们自己的人在山下放哨点。你进这个山门呢，你要报上名字的，因为他怕什么？怕共产党的特务进去放火啊。因为整个调景岭啊，它里头都是自己搭建的木房子跟食物啊，这个是非常的悲壮的。你可以联想到1000年前这个南宋啊，这个如果是那个宋帝昺、陆秀夫这些带着一批这个南宋的这些残余的兵卒逃避这个蒙古人，如果他们能在香港扎营，也就是这样的气势啊。当然他们后来
南宋来了20000多的这种流氓啊，流氓的官兵啊，住在九龙的。现在有时候那个这个开这个地铁的时候，挖到一些文物啊，是他们那些兵将吃饭的这些锅啊，还出土过一批。那个时候调井岭就是这个气势。啊，这里头是后来也出过很多演艺界的这种下一代。啊，很多这种调井岭的就到香港的珠海读书啊，他们有他们的中学的，在市区有一个叫同济中学啊，然后呢有一些同济中学的升学呢，你可以到直接到台大啊，台大如果念得好了就上美国啊，这么香港也有一批侨生呢、啊、是出生这个调井岭，然后呢就到台湾。对对、啊，还有一个九龙，还有一个九龙城寨嘛，您去过吗？我、哦、那个啊，城寨去过啊，城寨岛去过，城寨岛是跟共产党或者国民党没有关系，这个清朝留下来，清政府割让了以后留下来，就是那个清政府的驻九龙的一个办事办公室的地区，他留着这么一块，还是属于大清政府的。嗯啊，但是后来呢，因为清朝的时候，那个到了清末时候又是甲午战争啊，八国联军啊，他那边没有什么人派去，所以那个是英国人遵守条约，既然我这个九龙啊占领了以后，还会给你留着一块这个原来的这个俗土啊，我就让你保留，我就不动，香港的警察不进去，对、啊、里头的法官呢也不管。啊，当然是后来如果你弄得太严重了，你就九龙城寨里头去杀人了、啊、那本来也没有人理的，在民国的时代，但是后来当然是啊要进去抓，但是这里面有一些在大陆职业的牙医，他跑到香港来，没有香港政府承认的学历，他这个比方讲在旧上海的时候当牙医，来了香港以后就到九龙城寨开一个牙医诊所，但是你不能够叫牙医啊，你只能够叫牙科，像某某的牙科，你这个招牌就说就是牙医，那不能叫牙科医生，也不能叫牙医、哦、只能叫牙科、哦、所以呢有些香港人又有的选择，如果你先到去香港中环看那些香港政府承认的香港大学毕业的牙医太贵，你就到九龙城寨去看，那个时候便宜很多啊，那里面还有一些吸毒卖这种毒品的，还有一些这种色情的地方，就是看脱衣舞的啊，所以那个城寨那个时候啊是乌烟瘴气，但是呢别有一番的这个风味啊，当然现在后来既然就交还中国整个主权呢，就后来这个啊香港总督就决定把它给拆了，拆的时候有闹过一阵子，里面的人不肯搬呢、啊、不肯搬呢、啊、香港政府说我给你安置到这个公共屋村，不愿意上，死都愿意留在这里头，所以现在成了个九龙城寨公园啊，现在题目拆掉了啊，我在还全拆光了，我在80年代的时候去过，但是我吓一大跳，那个里面太脏、啊、太乱啊！对对啊，对对对，这英国人故意让你看的，说我们不管的地方就是又脏又乱又挤，啊，要你们中国人自己管自己，你看就是这副德行，啊，笑嘻嘻的在旁边，哎，你进去，啊，你喜欢住就住进去啊，哎，这很奇怪，城寨那个时候有20000人居住。全盛时期 啊，哇，那些房子啊，违章建筑，啊，不必遵守香港政府的建筑条例，所以这个窗子贴着窗子，而且这个电线啊，啊，都很危险的，啊，都是这沟渠里头都是老鼠，啊，当然这些现在都成为历史了，啊，哈哈，那个里面你可以看到中国人的自治的精神会达到什么样的一个境界。就是你自己当家做主啊，在香港殖民地我就留一块自留地让你当家做主，你里头有自卫队，有什么街坊什么什么委员会，
啊，他让你自当家做主，让你自己看这是什么德行，啊，所以这个也是一种管制的艺术嘛，对不对？当然现在我们回头来看啊，这是一种非常丰富的文化，这种民间的文化就像摆地摊一样，你觉得摆地摊很难看，有损尊严，但是人家这个九龙城寨说白了就是殖民地时代的香港的一片一小片人间烟火啊啊，这个让我们感到很怀旧啊。我也是，哎呀，很可惜了。那我们现在今天进入另外一个话题啊，就是讲到美国，我不知道你在。